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游戏叫 X-Gen 啊，这是一款动作策略类的游戏。那我们的目标是拯救被抓走的公主。那我先到设置场景，这边还有一些小的提示啊，可以到酒馆买东西。OK， 我到设置场景了啊，这边的话我先看一下我喜欢的设置。我喜欢翻译啊，翻译的话是通过握键啊进行啊蓄力跟拾取啊，惯用手是左手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入游戏了啊。对，我们开始游戏啊，新游戏。哇，头飞过去很帅。OK， 伙计。来挑一把趁手的武器吧。Hello， 趁手的武器啊，这些武器好像还没解锁，是不是？不行，买不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。这里是可以买一些。也要解锁。OK， 随时再来。这里还有排行榜，通关的人不多。好，下一个就肯定是我了。冒险家，想知道最近有什么趣事吗？这本书会告诉你。传闻前几天深夜，数个轻而易举地带走了许多东西。我的公主被带走了。隔天农场传来，于是国王发布营救公主的宣，甚至是这样的菜鸟。最后公主是找到了，只是公主还不知去向，危机重重啊。所以冒险家，有勇气尝试一下吗？我会把你写进故事里。这里有把正宗的武器啊，靶弹。我用我自带的装死斧头。我现在这里，我在第一个关卡。有箭塔。果然战斧传说一开始就是一把斧头。第一关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这里可以跳过。这个应该是暴击。easy 新的。这个太强了，满血吧我现在。这个箭塔帅，换一个出来看一下。我有三个，放在放在这里。先放一个。我们跳过吧。两个可都会。骷髅兵。好人道。这个箭塔在。越远上越高。走位很重要，快。快跑快跑。闪腿的箭塔，烧火，哪一个呢？先烧他们一波吧。跳过，不对，陷阱还没换。放在这里了。大蜘蛛，两边都有。
每把武器都有特色、哦、我这个斧头没什么特色吧。哇，不要先拿入哦，我要到那里去。嗯，可以走。哦哦，这个弹跳板可以弹自己。哎呀太远了，我要换个地方，到这边。喂喂，哎呦，这还会碎掉的。这边有一条路，下次再走那条路吧。哦，哎，快到终点了。哎，这个要赶快赶快，这个会碎掉。又奖励一次，有新武器，血刃，看起来很酷。哦，又有这个箭塔，还是要这个，这个箭塔很牛逼，跳过。陷阱石，陷阱数量加一，飞天珠，后血，回血，哦，我满血，好，跳小猪，哎，哎呦，这是要恐怖的事情发生吗？赶快再多来个箭弹，多来个箭弹，我的飞天珠，飞天珠，飞天珠，赶快飞天珠布置起来。哎，对了，好，就这么样了。哦呦，下来了，这个声音听到吗？听到吗？哎，一群小蜘蛛，
哎呦！吓死我了！去下一个地方了。哦。哦。哎，我的公主。哎，拜拜。我来救你哦。嗯，新的一个，行，先换一个，我最喜欢的箭塔吧。嗯，换在哪里？两个，换在这里吧。嗯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这个新东西，看一下是什么。然后它可以旋转摆放的，就这里了。好，开始。哎，不牛逼，又是不牛逼，看我准不准？哇，牛逼！看来都要多加练一些才可以。哎呦，哇，牛逼牛逼，大只鸡牛逼！哎呦，我的斧头可以隔挡啊！我的斧头可以隔挡它的长矛哎！看我扔的足够快，它打不到我了。哎呦，电锯，两个都很想要，先拿电锯玩一下。箭塔放在这里，然后怎么办？好，再换一个火堆，再换一个小猪。
我居然要六分钟，牛逼牛逼！哎，公主来了！哎，我扫完公主是不是就获胜了？哈哈哈哈！这是，哦哟，两边都来怪。要换个箭台。这个东西还没有用过，试一下。放在哪里嘞？这里。红了。哇，太帅了这把剑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都减速的灯。哎，这是树哪里了？那我的弓子被打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哎呀呀！又来了！哎呀，我去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救公主！救公主！哎呀哎呀呀！哎呀，我手不好慢！哎，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我就赢了！呵呵，好，谢谢你帮我挡了好多刀。哦，剑啊，弓，神速，本剑都不是我的。
见他，我的工具。嗯，这里再换一个。好，开始吧。有什么放什么吧。嗯，放在这里。有猪放在这里。有猪放在这里。玩一下了，听说获得奖励哦，利用骑士的智慧，嗯，利用我的智慧，哎，这跟刚才那关好像啊，就只有这个，嗯，那我应该轻车熟路了，走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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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起来吧。买东西哦，这个好用，这个好用，这个我喜欢。生命上限，我生命还有很多，公主没生命了，关键是把它围住，这个上去，哎，这个见他，赶快赶快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四大护法守卫公主。
原来没散板。哇哈，大家都好厉害哦。哦哦，公主我来了，我去，都被抓走了。哦，不仅要休息一下了，回个血。 OK， 这一期今天就录到这里了，下一期我们就打他一个 boss， 就打他了。他把我公主抓走了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